从贾乃亮和李小璐离婚后，关于贾乃亮的一举一动，网友都极其关切。近日，贾乃亮在微博晒出自己的出海照，照片中贾乃亮一身休闲装，站在帆船上眺望远处的海平面，并配文：“蓝天大海，帆船和我。”看起来心情十分放松愉悦。贾乃亮上身穿纯白色 T 恤， T 恤的设计很简约，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跟装饰，非常的干净清爽。下搭一条黑色短裤，裤子上的刺绣设计增加亮点，经典黑白配，清爽大方又时尚，看上去青春靓丽。贾乃亮头戴一顶黑色棒球帽，整身搭配清爽干练，看起来阳光又帅气。他光着脚站在帆船上眺望远处的海平面，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。如今贾乃亮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近期多次登上了跨年的舞台，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可见他的状态非常好，喜欢他的粉丝们也非常的开心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